Samsung Galaxy A8 Star 進一步智能化，進化到冇咗視覺嘅邊邊，同埋佢有 6.3 寸嘅特大屏幕，高解像度，同時具備咗1600萬同埋2400萬像素嘅感光元件，大大減少咗噪點。即使喺黑暗嘅環境裏面，依然能夠喺黑暗嘅環境影得出黑人嘅輪廓出嚟。同時都支援手動嘅調校景深，隨時拍攝自己想要嘅效果。